师头领，加上两个凌波城带地府带化生。对面这个队伍是不管你对手是谁啊，他的前期冲刺都打得非常的凶。好，翻江小海，第一个回合就直接开面伤，把战印值用掉。这应该是指到关键方这边有地府，所以的话不敢用别的战术。看对面这样的队伍打关战，这边不管是输还是赢都会比较快，都属于那种会比较高效的那种类别，而不是慢慢打的那种。 PK 回合一般这对面这个队伍打都是保持在十个回合以内的。打得有点说虚弥开场啊，这个第一个回合开出来的面伤，关键方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啊，高的有点过分了。那这样子关键方又来不及做点杀了，大东官府上来就已经挂了，点杀怎么开啊？开不起来点杀了，失踪回归了吗？我就停了四天，怎么在你们嘴里就感觉好像我停了40天一样的？应该是顺势的虚弥，开场的虚弥的话，顺势的虚弥，它会跟着人物的血条增加自己的法伤的。当对面的血条比较少的时候，他秒的会更加疼一些。第一波战印值用掉，然后再起无双战魂。星辰神母林肯定还在遇到吧？发生了什么我也没听说，没听说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这是第一场，兄弟们啊，对面的虚弥关键方也得想办法清，如果是真锋力劈开的话，清虚弥应该是比较容易的，一只清一只嘛，应该一对一可以对清清掉。关键方宝宝用来顶药了，没有位置去清虚弥，还有这拉屎宝宝够慢，喝酒清清。我没听说星辰那边不玩了，你们哪里得到的消息？我这边没有听说，你们又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好，有静心，赶紧活血奶上血。只要对面前面的这三板斧过去，关键方应该就非常好打了，怕的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就翻车。如果这场 PK 很好看，兄弟们，对面用高效的形式推掉了鱼岛，我们下一场 PK 就切对面去。很早你们就都知道了，看来到最后最终得到消息的是我，我是最后一个是吧？好像还不行啊，不让你恢复。虚弥清不掉，关键方被速推了。这场 PK 被速推了正常，因为他第一个回合打得太疼了。对战的第一个回合的顺输过高了一些，导致被干掉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四回合，对面打 PK， 不管对手是谁，都尽量把自己的 PK 回合弄到十回合之内，每次都这样。拉大堂不好拉，他现在拉尸体了，在虚弥不清的情况下，因为对面还没换的那一波，关键方这边是拉不起来的，因为他没有足够多的龟速虫可以去拉尸。
没有那么多龟速宝宝，可以去把尸体拉起来。好，第五回合，欢迎无言。有足够的龟速的话，刚拉大同拉起来，他也应该能平砍切一刀须弥。他做不了别的事情，就是去清一只须弥掉。对面的极限面上，这样 PK 怎么会没有一速呢？观战方肯定有一速。这样 PK 的问题不是一速身上，而是对面的瞬书太高了。他用须弥加大面伤，人物全是面伤，第一个回合多面伤多少，七八个面伤位置一起看，这样子的话被速推是有可能的，真的被速推了。只遇到那只区霸队伍，好自信，鸟阵打地阵，观战方大克对面，上来先点杀吗？我先把第一个回合看了先，对面是有武装怪，第一个回合接了罗汉，驱霸上来就被破到空蓝，好自信。我倒杯水啊，今天晚上厕所还没上，倒了水我去趟洗手间。破碎的点杀，这不仅想要要你命，还要你蓝条也控。破碎已经打空蓝，破血战士还能往上涨，人物有163神用。我把第一个回合点杀看了先，应该是能成功的，除非四五个163。好的，成了。我去趟洗手间，一分钟马上回来，很快。稍等。我回来了，刚应该没错过什么吧？这次厕所一上，今天晚上我应该不需要上第二次厕所了，就锁在这个小房间里，哪儿我都不用去了，就待这儿。欢迎想中奖，这么难吗？还得上五次，别乌鸦嘴。看这种队伍比我刚刚看那个鱼岛打曲阜那种队伍要轻松很多。这个默默无闻是什么东西？我看看啊，妙笔丹青。然后呢？规则呢？拉倒吧。
难免有错。如果观战方这边是不打战役值的那种双凌波城的队伍，就不去叠加战役的那种啊，他的打法可能跟我们常规看的那种叠战役的打法是不一样的，会有略微的不同。PK 回合尽量短，好像很多兄弟们说对面的口碑不是特别好，就我直播间我不知道的，兄弟们，鱼岛内部的事情我不知道的，说是口碑不是特别好。至于为什么口碑不怎么好我也不知道，鱼岛区内的兄弟自己知道，我们是不清楚的。对面魔王还行啊，他试图加魔王在的话可以跟观战方这边对面上，公众号我们自己不清楚的话也不去做评论的，就算是什么那个什么我们也不做评论，至少得自己清楚才行，自己不清楚不行。应该是有一些矛盾吧，不能说怎么样，一定怎么样是没有的。欢迎一梦十五年，晚上好兄弟们，来到直播间兄弟们弹幕红包记得参与，不要忘记了啊。说对面的口碑不是特别好，我里面的内在东西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这场很短，我们再看一场吧。感觉他每一场 PK 可能切的都非常的短，脖子剑不行啊，量子还好，我之前给你们专门播过，他不是每一场 PK 都打得很好看的，很多时候花果山不行了。